之家的第四批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呢，空运到的凌晨空运到的果矿第四批如何？来，有没有看到？非常的漂亮，新鲜到不行啊！来，我们直接给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看到？每一颗都是新鲜硬邦邦的，硬脆甜哦，硬脆甜，有没有看到？非常的漂亮，有没有看到？刚下飞机就直接送到你们手上，有没有看到？来看一下。9.5 的大小就是这样子，有没有看到？跟50块是一样大的哦。来，我们今天呢，直接帮大家试吃看看。嗯，哇，我跟大家讲，真的好吃的樱桃 ，OK， 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来，我们直接实测一下，有口感的那种，不是软软的哦。来，实测一下，20.3，有没有看到？今天的甜度呢，一样的甜滋滋，好不好？来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有开1公斤的规格，2公斤的规格，还有我们的原装5公斤的规格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跟大家讲哦，你们回去啊，买原装要是自己分装也可以，加购礼盒，加购礼盒就可以了，加购礼盒就可以了。如果呢，你们今天没有要送礼，要自己跟同事一起分，对不对？来，不用担心，我们呢，帮我们备注，我们透明袋都帮你们准备好，好不好？直接帮我们备注，透明袋都帮你们准备好了 ，OK？ 那我们今天呢，樱桃呢，准时上线喽。